太极拳发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，陈家沟始祖陈卜精武艺善拳械，为保卫桑梓，在村中设立武学社，教授子孙，开陈家沟世代习武之先河。明末清初，陈氏九世世祖陈王平文武皆著于世，奈何社会动荡，久不得志，遂隐居乡里，潜心研究各家各派武术，教其异同，发其精要，在祖传拳术的基础上博众家之长，依据河图洛说阴阳八卦学说，融中医经络之理，吐纳之术，创编了一套刚柔相济的新拳法。这套拳法由无极至太极，由无相而生有相，由静而动，动作以弧形和曲线为基础，具有太极的性和形，因此名为太极拳。陈家沟十四世祖陈长兴将太极拳由博归约，创造发展，并打破门规，广收徒众，使太极拳在社会上迅速发展起来，并逐渐演变为杨、吴、武、孙四大流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太极既能济急自卫，又能强身健体，尤为国家重视和提倡，太极拳成为人民喜爱、普及率最高的大众健身项目。陈氏太极拳古树逢春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。本系列陈氏太极拳由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、河南省武协副主席、河南省陈氏太极拳协会执行主席、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杰出传承人、陈家沟十九世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陈正雷大师演练。陈正雷大师1949年五月生于太极拳发祥地河南省温县陈家沟，陈氏十九世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，当代中国十大武术名师，中国武术协会委员，河南省武术协会副主席，国家武术高级教练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委员，现任河南陈氏太极拳协会执行会长，郑州陈家沟太极拳馆馆长。2006年被河南省民间文化抢救工作委员会命名为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。陈正雷大师从8岁起跟随伯父著名太极拳大师陈兆丕习家传拳术，推手和刀、枪、剑、杆等器械，并研习拳理，后又随堂叔父著名太极拳大师陈兆奎继续深造，专习师祖陈发科传授下来的太极拳术、推手技巧和拳论，受两位恩师言传身教，前后达20余载。1974年至1987年，连续10多次获省太极拳剑推手比赛金牌，蝉联2届全国太极拳大赛冠军，参加并获得2届全国武术比赛特邀表演奖及观摩交流金狮奖，有太极金刚之美誉，享誉海内外。1972年开始传拳授艺，
学生遍及世界各地逾数万人。1981年开始接待前来学习太极拳的外宾团体，至今已逾数百批。1983年以来，应邀数十次出访日、美、法、意、英等20余个国家讲学传拳，并被国内外50余个武术团体评为太极拳顾问、名誉主席和名誉会长。台湾武术界曾景琦与其拳艺登峰造极，马来西亚太极拳界曾银盘称他为太极泰斗。在练功授权的同时，陈正雷大师致力于挖掘整理太极拳文化遗产，勤于笔耕，主要著作有《十段功法论》《陈氏太极拳系会宗》《陈氏太极拳养生功》《陈氏太极拳术》等。1986年，他被选为焦作市政协常委；1988年，当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。曾任陈家沟太极拳学校校长、平顶山太极少林武术研习院院长。1994年被评为国际太极拳大师。1995年12月当选为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。他被列入《中国人物年鉴》《中国当代教育名人词典》《中国当代武术家词典》《中国民间武术家词典》《当代改革英才》《当代技术人才荟萃》和《世界名人录》等权威词书。陈氏太极拳老家二路，亦称炮锤。二路拳以刚为主，刚中遇柔，练习时阵脚发力，闪展腾挪，窜蹦跳跃，松活弹抖，完整一气，有怪蟒出洞，猛虎下山之气魄，
有蛟龙出海，雄狮斗毛之神威。
说第一式叫起式，起式它要求是站立当场，两腿并立，立身中正，虚灵顶颈，牙齿嘴唇微合，舌尖抵上颚，用鼻子呼吸，耳听背后，有含胸塌腰，心气下降，呼吸自然，两臂自然下坠，身体两侧呼气放松下沉，沉于两脚，然后慢慢起左脚向左侧横跨半步，脚尖先着地，然后徐徐移动重心，然后呼气放松下沉，沉下以后能松到脚上，它自然反应从脚下又产生一种反弹的这种气感，然后一直到肩，然后把手臂慢慢的徐徐抬起与两肩平，然后再随着松胯屈膝，松肩沉肘，把两手坠下去，这样形成一个起势。通过这一个起势的练习，与动作协调配合呼吸，就可以感受到你内气是否能贯通。下个动作叫金刚倒对。金刚倒对是松左胯，身体略向左转，然后两手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向左上方捧上去以后，它的角度，这个左手不要超过左膝，在左膝的上方，右手在胸前中线，然后再松胯松肩坠肘，坐完翻掌向外加蓬劲儿，然后重心移到右左腿，转腰向右后方捋，右脚尖随着外摆，两手捧紧不丢，然后重心继续向右移，两手向上捧，把左腿轻轻拧起来，向左前方开大步，脚跟内侧着地，然后下沉走弧线，向前移重心，左脚尖外摆，左手横于胸前呈弧形与胸平，右手在右膝上方，手心向前，然后左手前带，右手带右脚上步，变虚脚点地，然后松胯松肩坠肘下沉，然后右手握拳落在左掌心，然后再提拳提脚，然后再震脚，震脚的时候是提起松下
不是这样用力的跺脚，是提起松下，用身上的松弹劲儿。右拳变掌，身向左转，右手向上穿掌外翻，左手逆弹下按，身体先向左，先左后右，然后身体继续右转，然后两手旋转交叉于胸前，提左腿提右腿向右方开一大步，脚跟内侧着地，然后先移重心，身向左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手穿掌外翻，松胯转腰，把右手拉开，左手叉腰放松下沉，啊，形成右弓步。左手去引右手，两手相合以后，移重心走下弧下捋，捋到这儿以后，身向继续左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继续后捋，然后松肩沉肘，手旋腕上翻，合于左胸前，然后再收腿下按，形成一个周身的合力下按。下个动作叫单鞭，单鞭是两手双顺铲旋转，然后变勾手。这种方法在集体教学还按照口令容易做一些，所以它一二，这在过去在陈家沟的传统的练习方法老架一路里边最有特色的，也就是这个六峰四壁的包球式，也很多几家太极拳里边都有包球式、开合鼓掌，它都是从这个动作演变出去的。所以这个动作
所以难度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在具体教学的时候是不好分段，所以在我们具体教学就采用了这种方法。在这里给大家讲了以后，你看到有些老师这样做，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到你这个动作套路学会了，身法协调了，周身顺遂了，也要把这个动作练习一下。这个六分四臂变单边的方法，它里边包含有很多用法。然后提腿开步，勾脚，穿掌，外翻，松胯，要形成一个左弓步的方法。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到单边这五个动作的分解动作。预备，起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然后，左手上提，左手上提，右手向下，同时重心移到右腿，把左腿提起来，然后是提起来，然后把左掌再向下，再跳步转身。跳步转身上步，向下旋转，然后像打护心拳一样转过来以后，两手握拳，右拳上升，左拳下掉，然后再松胯转腰，松肩沉肘，然后
旋转的速度加快，做爆发力，然后一个护心拳，腰部护心拳。所以在做动作的时候，开始可以做慢一点，上步，然后下转，一拳，然后发力。如果动作做熟练以后，可以动作快一点。所以他这个动作要按分解动作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旋转一小圈，然后从上过来，然后左手向下，右手向上，把右腿提起来，然后攒手震脚上步，然后变斜形，五指合拢提起，右手向前推，向右拉开，放松下沉，那叫进步斜行。下边动作叫回头金刚倒对，在右手拉开的同时松肩沉肘，然后突然转身回头，用左掌后击，回击后掌，击过来以后重心由左腿移到右腿，这时候是有个小扫腿一样，把这个腿过来，左手向上捧，右手上捧，左手随着这个腿过来，然后背转身变金刚倒对。动作一、二，然后提起来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动作一，回头转身推掌，二、三、四。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九，懒杂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。四，单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。五。
撇身拳，那两手下飞，上合开步，然后向左上方棚，然后向右下旋转，左手前推，然后重心左移，身向左转，左手向左，右手从前边拦过来，右手握拳，然后重心在右移，变撇身拳，然后右拳左肘左脚尖形成一条线，右左拳可以用拳顶在腰间。这个撇身拳以后叫子当，子当就用左拳啪就打对方的裆部，叫子当。子当过以后叫斩首，斩首有意思，你用左拳打对方的时候，左拳被对方手抓住了，斩首就是要破对方抓住的手，然后上步砸拳，啪。砸完拳以后就翻花，就翻花打转身，这样砸完是一个擦步，擦步是右脚虚步提身旋转的时候，先提左脚，左脚跳起，然后右脚再向前上步，所以两拳从下边，从上边右拳从上向下打栽拳，左拳从上画弧向后打，形成一个这样的打拳方法。跳步的时候要提左腿跳步，叫舞袖，有这个动作叫舞袖，其实就是一个格挡的动作。然后变严守红拳，打严守红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哈、二、哈、三、四。五、六，
好，下边将转身腰篮肘，只向左转，身向左转，提右腿，右拳从左侧面拦拳，拦拳提腿，正脚上步，然后打一个横肘，一个横肘叫进步腰篮肘，然后提腿，一二三，腰篮肘完以后叫大红拳小红拳，其实像云手一样步伐，只要旋转摆脚，提腿上步，然后先开步，再擦步，再开步，然后并腿，然后再向左开步，再擦步，再开步，再提腿，这叫大红拳小红拳。然后下边玉女穿梭倒骑龙，这样上步，两手向上捧，然后转身收腿，变玉女穿梭式。玉女穿梭是上三步，好，一二三，三步以后穿掌转身提腿，然后变倒骑龙，然后左手五指合拢在身后，左腿在前边，右手在胸前立掌，也是上三步，好，一二三，第三以后向后后击肘，啪，然后转身严守红拳下分，和再击打，腰篮肘，一二三，哼，一二
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玉女穿梭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，倒骑龙，船长转身，一、二、三。